弟子这个身体患的有病，不知道有何方法解救。解救的方法有两种。一种呢，请教医生。请教医生，一定要找真正高明的医生。对于你的疾病，我觉得中医比西医要可靠。在中国，上海、北京这些大都市，高明的医生很多，他可以帮助你。这是从外面。最重要的呢，是从内心里面做一个大转变，这是必要的。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！像这个《三皈依》里面讲的，转污染为清净。转骄慢为平等，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。你要是这样双管齐下，这个病苦很容易就可以解脱了。这个不单是对你，一切这个身体患病的同修都可以做参考。